我叫白小飞，我的身边发生了无法想象的灾难，我要活下去，并且要救助更多的人。小薇，你要等着我，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 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啊！这两只师兄打啵的动静也够大的呀！啊，太感人了！夏明，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，这就是死了也要爱吗？哦，应该无关爱情吧？啊，小飞，请追悔怀孕的，那他们是不是要生小师兄啊？你的生理卫生老师死的有多早啊？生小孩当然是需要。 哥，小飞，你快看，看他的肚子！坑爹啊，真的怀孕了呀！哼，等等，被你误导了，怎么可能是怀孕呢？怎么看都是这只女师兄刚吃了什么东西才对啊！法师失吻，难怪这么大事儿。嗯。 这是要闹哪样啊？不对，下面那个好像在吸食上面的师兄，他在进化。大爷的，刚不是在接吻吗？怎么突然就变成吞食师兄了？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 别怕，我强化过的身体也不是吃素的，早就想找个厉害的家伙试试我的实力了。大块头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看我一脚踢死他！无敌旋风弹跳子弹脚，啊！小飞，太丢脸了，哥们儿，你退个一步半步的也好啊！ 大爷的，竟然这么强，大意了！小飞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慧，知道这附近的阳光医院吗？去那儿等我。 我有个办法，能搞死这个家伙。可是，去帮我找一些控制血压的药，我能应付他的。放心吧。走啊！那你自己小心一点。终于走了，搞得自己跟董存瑞似的。 给我耍帅搞偷袭！啊！你大爷的！看来我现在的强化程度，完全就不是这只重量型师兄的对手啊！小辉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跑远了，现在。 按计划把这大块头引到那个地方去。哎，这么容易就甩掉了，还真是轻松啊！啊！你大爷的！ 太夸张了吧！
汽车载人，居然不是玩具汽车啊！糟糕，没路了！怎么又是你啊？ 虽然绕了点路，不过总算到了。偶然间留意到的，幼儿园用的高压电箱，应该就快追过来了。为什么一只熊在追着长颈鹿？又是 cos， 这个狗叫又是怎么回事啊？